后约束带的那个功能。后约束带就是从左右两侧，然后将魔鬼杖把它粘住。这个魔鬼杖咬合力非常强，所以它是不可能去挣脱这个魔鬼。哦，好，挣脱一下，动一下，能不能挣脱？用力，用力。好 ，OK。大型的喷雾器大概可以喷多远？大概有5公尺。5公尺，那一次的范围可以大概可以几个人？几个人？它的量较多，一次大概只要在5公尺以内。5公尺以内的范围都可以，所有的人都会被它沾到。所以如果一次有20-30个人都的话，应该都可以喷得到。一样可以，只要在范围内，5公尺的范围内。教官，请问一下，这个防割手套能不能实际示范一下？你先用那个美工刀先试一下。美工刀。美工刀。好，那如果再大型一点的刀子，看看是不是实际可以防割。严禁破报后到场处理。我想到你了，救人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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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两。